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欢迎收看股市将军啊，台北股市今天涨14点，为什么于老师开场特别的兴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有赚钱的机会来啦。其实10月份真的很好做，10月份很好赚，10月份真的很好赚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都会吓唬你。你有没有记得？你有记得我讲过的？很多人会在这个地方，有没有？啊，要变盘了，要变盘，中秋要变盘，中秋要变盘，有没有？当初讲变盘的老师，现在权力很多，那很奇怪的事情啊。你这边喊权力变盘，有没有？要往下操作，放空，放空。结果呢，往上走了，就开始权力很多。这种老师很多，这种老师很多。那如果跟这种老师操作，真的会被他气死。那为什么我都不解大盘？为什么我不解大盘？我说过啊，我不是传统产业的老师啊。传统产业的老师，你看了他台传统产业的老师，他开场就先解大盘，解大盘没有用的。没有用的，然后告诉投资朋友说，那个周线黑 K 连续这个结束了3个黑 K 棒，然后那接下来台北股市怎么看呢？外资开始从卖超又开始变买超，那期货呢？期货净多单又增加了50000口，你解这个没有用啊！你讲这个干嘛？讲这些没有用，你讲这些，讲这些就够了，讲这些，讲这些就够了。你只要讲你怎么帮你的会员朋友们赚钱就够了，所以我很兴奋啊。我说过我们十月份我们很多会员朋友都可以翻身翻倍，为什么？因为电高机才能翻身翻倍。再看一次，你有没有电高机？来同学，来市场，你来市场做什么？你来市场做什么？你来市场做什么？如果你的心态跟你以前的操作模式，你先反问自己一下，你做了好，你做了多久了？你做了什么？1个月、半年、1年、2年、3年、5年、10年，你做了那么久，你都没有翻倍，那你凭什么跟我说你后面你就会翻身翻倍？不可能啊！但是要怎么样翻身翻倍？你来找于老师，你来找我，你来找我就对了哈。你来找我就对了。我说过，其实台北股市现阶段哈，你不要去考虑到指数，我已经讲过 N 次了。台北股市就五个数字跳来跳去，就10000哦，一多少哦，10哦，4多5多6多，你看这个没有意思的，你看这个没有意思。你只要知道你的股票会赚钱，你只要知道你的股票会赚钱。我问各位一件事情，如果当时候你相信于老师讲的，我说这个股票叫天天快报，这个股票的名字叫丢手商，丢手商，我也跟你讲过，它叫送分题。我也跟你讲过，它之前我之前跟各位都报告过了，全球第三大，我也跟你说它是一档标股，它不会涨停，天天涨不停。你有没有发现？你来我们这边就是这样的格局。31.9块到45块，同学，你都没有感觉吗？这个你错过没有？这个跟你没关系，因为这你错过没关系。但是这边你再错过，1张13000什么意思？一张一万三，你当初你从32、33、34块都一样，你就算买到35块，我都对得起你。你买35块。你还是赚10块钱呢，同学，10块钱是什么？1张赚10000呢。我说来到市场啊，你买的股票会动会飙，没有人规定你要限股买进啊，没有人会规定你限股买进，会飙的股票你限股买进，你融资当然可以买啊，最好有选择权跟他拼了，不是这样子吗？但是你要知道重点哦，重点是你要停损哦。你要有这种概念了，我是全中华民国会跟你告知风险的老师。你看他台，没有人在跟你讲风险呐，有没有？我说你还定高低，这个你看为什么我摆在前头？为什么我的赢不是摆在前头？我是把风险停损摆在前头，我帮你控制好风险5%，我们来玩大的，
那你知道吗？这几趴，同学，哎，你不要看这一段呢，你不要看这一段呢，这一段40%了呢，哎，同学，这一段40%了呢，40%了呢，40%，哎，同学，什么概念？你100万的钱放进去，你有机会把它搬40万回家，那你融资不是翻身翻倍的吗？你融资做不是翻身翻倍的吗？同学，那他是做什么的？我跟你讲过，全球第三大，他专门就是帮巨大美利达，我都讲过了嘛。那巨大美利达他们其实第四季他们出的这个车子是出到欧洲，出什么？你知道出什么？他是出高毛利的哦，竞技用的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欧洲人跟我们不一样，欧洲的人他们喜欢骑的车子，他们喜欢骑长途旅行，跟你家的买菜的脚踏车是无同的。恁家的那买菜的脚踏车无同的，恁家的毛利足低，恁家的一台1000、2000、3000都有啊。啊，人在做拢是高毛利的，高毛利。那我都算给你看过，我说这叫送分题。哎，送分题，哎，送分题，你会不会算？你会算？我讲过 N 次了哈。我说六月0.52，那7+8+9会多少？为什么股价那么强？哎，他已经快被警示你，他已经目前快被警示中。为什么股票那么强？因为开出来就是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你跟我做哈，其实你看我们会员朋友做的，我跟你讲。跟我们会员朋友，哎，你知道我们会员朋友跟我们在一起操作那种感觉，好棒，好棒，很棒啊，很棒啊！哎，你有看过老师跌停板？跌停板，你有看过老师跌停板在介绍股票的吗？你有看过跌停板老师在预告的吗？那我们跟你讲，哎，股票真的很厉害哦，很厉害哦！你有没有发现啊？你快速带一下，你看，我都跟你讲说，这个都有人在控的，有人在控的股票，它都是一直拉尾盘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有人在搞的啦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有没有？都会往上拉，你可以38.5块很高，398，跟你讲创历史新高，同学，398创历史新高。还有人跟我说，老师39.8了，很高啊。如果你知道第三季加上半年跳出多少 EPS， 我跟你讲，你追你都想去买，我不会骗你。我没有算第四季哦，我跟你讲过，第四季才是真正出货的旺季。它的这个自行车的变速器，其实第四季，你看股价就知道了嘛。人家为什么这不跌？哎，同学，你敢知？你敢知？你看我讲完敢有落？主我讲完的美利达敢有落？有落不？无落。安尼你知影不？唔知，你永远嘛唔知，你永远。老师，嘿，什么光也可以不？嘿，高不关天哈。你跟我做很简单，我做的股票一定都是走基本面的路线。哦，陈如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你们有猜到吗？今天来讲一下这张股票的基本面。其实很多人不太清楚，哎、欸，奇怪，这個、老师你这股票您做了三次了，老师你做了三趟了，哎、欸，有没有来？9月30日有没有来？有来不？1、2、3，第一趟、第二趟、第一趟、第二趟都超过20块，第三趟。我都跟你讲，这叫送分题，有没有？第一趟、第二趟、第三趟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哎，同学，上半年就3块钱，去年全年才2.44，哪一档股票？有没有猜到？有没有猜到？有没有猜到是哪一档股票？你有没有猜到啊？我这一趟也赚，这一趟你也知道，7/3、7/4，我有送你哦。7月13、7月14，我有送你，我送你两档股票，一档是大量，这样你应该知道吧？这应该知道吧？这你应该知道吧？我说他跟顺宇光学即将要合作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哪一档啊？这哪一档？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当时有没有跟你讲？帮我放大一下，谢谢。回撤季线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你记住这个回撤季线这个小红棒哦，回撤季线这个小红棒哦，把它记下来。这条是季线，这一条是季线，这一条是季线。记住这个小红棒，小红棒，记住了没？记住了哈。我什么时候跟你分享的？我跟你分享哦，你老兄就是这样子。来，你刚刚看到小红棒，就这一个小红棒，我放大给你看，这一条黄色的就是季线，它叫迅德。我刚刚给你看的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请你来再看一下哦，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个小红棒，小红棒就是这个位置，
啊，这样有没有赚钱？同学，安内有赚钱无？安内有赚钱无？同学，安内有赚钱无？安内有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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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？同学，啊，你知影做啥无？我跟你讲，他并了他并了一家公司，可能你不懂。来，先给你看一下，他并了这家公司昊天。你也不懂什么叫昊天啊？我先让你看一下昊天。昊天的创办人谁？帮我放大一下，石文基先生。石文基先生他的背景非常非常厉害哦。我先让你看一下，他从这个什么佳能、Canon、普利尔知道吗？哦，你以前玩股票玩很久，你就知道普利尔啊。你如果刚开始玩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普利尔、佳能、普利尔，包括凹凸、智深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他之前的光学镜头。那为什么找这个人？他为什么要并这一家公司？为什么要并昊天？你敢怎样？你敢怎样？为什么要并昊天？你敢怎样不？你敢怎样？你也怎样喝液啊？重点是这个人很厉害，太厉害了。这个人我给你看一下，你知道戈尔森学吗？戈尔森学是什么东西？他是戈尔森学，他曾经在戈尔森当做副总经理。戈尔森学，如果你没听过，那不怪你。因为你不是走基本面路线的，戈尔森在中国大陆，它跟美律很像，因为它专门帮这个苹果 iPhone 做什么？做声学元件的。那为什么迅德要并这一家公司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其实老实讲哦，迅德其实它未来的产业会非常可怕。它现在是做 PCB 的设备厂，但是 PCB 设备厂这个讲实在话哈、哦、，PCB 设备厂。它这些产能都已经固定了，没有办法再变化了。但是有一个东西不一样，镜头模组不一样，因为镜头有两个，一个是手机那个区块，把你的手机拿出来看，你就知道是高阶智慧型手机，现在都用两个镜头，叫双镜头，包括中国大陆只要一千块人民币以上的，它要用双镜头，所以这个产值非常的大。那包括什么？包括车载的，哇，那商机非常的大。无人商店、无人机、AR、VR， 哦，太多了，太多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那这些镜头，那所以光学我讲过了哈，他将来要找迅德跟他合作，所以呢，他并了这一家公司叫昊天，这样懂吗？这样懂吗？那我再让你看下基本面，让你看一下基本面，你就知道，哎、欸，余老师做，我在做功课哈，跟你想的不一样，我底下求你看，来6438，来看一下，来。同学，他这边八亿哈，第二季八亿的营收已经跳了1.9出来，1.94，上半年三块钱，但是你仔细看哦，他第二季八亿的营收跳1.94，好，八亿的营收，记住八亿的营收跳1.94的 EPS， 第三季自己算算看。9.5亿会跳出多少 EPS？ 是不是将近2块钱？不要说2块，一定超过2块。那3块再加上2块，前三季就5块多，没有算第四季。那再加第四季的话，会有多少钱？是不是最少7块钱到8块钱？合理吗？镜头模组的，这样你懂了吗？有时候不是没时间，我不是不想跟你讲基本面，没那么多时间讲这一些啦，不是不会讲，不想讲，没那么多时间讲，而且我只会讲这些。有时候我觉得哈，讲这些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帮助。我只要跟你讲怎么赚钱，哎、欸，安怎谈的好，我跟你讲会谈未谈的好，安怎谈，怎么赚。怎么赚很重要，怎么赚就够了啦。我跟你讲一堆在干，我也不想要讲一堆在干嘛。我跟你讲这些，你有看得到吗？你也不相信呢、啊？你相信吗？你还是不相信呢、啊？那我今天想要挑战一件事情哦、喔，哎、欸，那个光辉灿烂的十月，哎、欸，这大受好评。你昨天有没有来？你有没有来？再一次好不好？再一次。我再念一遍哦，来，庆祝光辉灿烂十月份，余老师招待哦，下面一个招待，看得懂吼？十全十美，这一档股票会让你开心哦，会让你开心哦，会让你开心哦，会让你开心哦。真的还假的？让老师，你要让我们开心什么？为什么会开心？同学，
为什么会让你开心？你知道为什么啦？你知道为什么会让你开心？因为其实我们每天来到股票市场上，你只要有一种概念，你买的股票目前它的位阶，往后它的基本面，你要了若指掌，你就可以重压，你就绝对可以重压，你不用怕，你不用怕，你不要跟我讲说老师，哎，干没买，可不可以买？你每天都在想那些可不可以买，可是当市场有时候会什么？会扰乱你的心智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同学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台北股市很奇怪，你看一下，我问你一件事情。那到底现在是要看多还是看空？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你要看多还是看空？我说过了，就算崩盘都有标股啊，同学，你不要怕。多头，多头你赚多少？我问你，你这样，这不是多头，不是什么头？这不是多头，不是什么头？你有赚不？多头的格局有时候它是说是顺向修正，有没有都有修正的机会？那你要来啊，你要来，我今天好，我要激发你赚钱的那种斗志。你想不想要复制啊？复制我们家的天天快跑，当时候你100万凹进去，100万融资凹进去，翻身翻倍，又来了，这档股票搞看好，来看好，来挑战100块，真的还假的？这日线哦，均线纠结，纠在一块，均线翻阳纠结，跳空突破，用大量去突破，这个叫日线，记住这个叫日线，均线纠结。老师这个干没 key， 老师这看起来不水呢 ，K 线看起来不水呢，安尼干没塞呗？来，好，你看月线哈，画好月线。安尼有价无？一起来拢600块，一起来一飙就是600块。这一次哈飙的比较少，这一次飙350块。那我请问这个叫什么？月线的图，请问是高还是低？这是月线哦，月线的图是高还是低？当然是低嘛，当然是历史低档区啊。再看一下，这我常常讲的，这边破，技术指标往上跑叫低档背离。我每次跟你讲低档背离，你都在看戏，还会吐槽的人尽量吐没关系，你尽量吐，来，有人要吐过吗？来，我有讲过这个叫同心吗？我有讲过吗？有没有讲过低档背离？你不相信啊，老兄，你不就不相信？你一定要等到它涨停板锁一堆哦，老师真的开始要发飙了，一样啊，真的要拼你就来哦，你要来哦，你知道是什么概念？同学，挑战100块哈，因为这档股票，看清楚哈，这档股票你可以用融资买，融资买一张的成本就是10万块，你100万你可以买10张。如果挑战100块有来的时候，你就是翻身翻倍。要不要来？决定权在于你。我说过了，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就拨电话，这4天，你只要看到本节目本时段，恭喜各位哦，有机会翻身翻倍哦，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哦。再看一遍，想要拼的打电话，专心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你每天看一堆节目，相信郑军，相信我就对了。我可以帮你改变你的生活。我知道你很多用不完，那是我很多用不完没关系，我全面帮你吸收。看清楚，光辉灿烂的十月，你想要订高机，我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，真的只要1010，光辉灿烂的十月，只要1010，就是这4个数字，打电话进来订高机，只要1010，请你来电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
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，只有唯一，值得收藏。远雄的 One， 台湾最高68层顶级饭店豪邸，亚洲第一高私人会所高空公社，百年大景，世界尽收眼底。6星饭店服务，天空直送，尊荣独享。收藏 The One， 唯一无二。好，来帮各位追踪一下股票，来看一下这个股票，黄金锂电池，第一趟8月14号，8月14号测标有讲过，基本面跟你讲过了。那我说什么？我说它是一档你一定要来参与的股票。9月16号，我跟你讲回撤季线，这是第二趟，8月14号，哎，同学又回撤季线。那有没有跟你讲下周？这是上个礼拜写的，上个礼拜写下周，下周是本周上，这什么位置？这个小红棒什么位置？这个位置记下来。你有没有发现？帮我放大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你刚刚看到这个位置。就是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说，你照于老师节目上讲的股票，好，给我圈图。如果你照我们的位置去买，你一定赚钱，你一定赚钱，你一定赚钱。下周挑战什么？下周挑战什么？自己看，跟我做啦。我每次都是滴滴滴滴滴滴，很低很低的位置跟你预告，你要来啊。那我上次跟你推荐这档叫九喜五三。丢修伤，如果你有来，当初你一张，你用融资买一张，一张10000多块，一张10000多块可以赚13000，你就翻身翻倍。那有没有机会可以复制？有，这是新的，历史低档区，又是低档背离，我写挑战100块。这张股票，你用融资买一张就是10万块，你有100万你就买10张啊！敢拼的再来，敢拼的再来。我每次滴滴的跟你讲，我当时跟你讲加百亿的时候20几块，你看可以拼啊，你有拼跟现在差很多。那我说我新的股票让你跟来啊，来拼拼看啊，来再看一次，你可以来拼，挑战一百，就是要拼，庆祝光辉灿烂的10月，1010，10月10号订购机，来，你来就对了哈。你只要敢来，你就有机会拿到大标股，把大标股带回去就对了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下周再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看一堆节目，相信郑军，相信我就对了。我可以帮你改变，改变你的生活。我知道你很多用不完，那是我很多用不完没关系，我全面帮你吸收。看清楚，光辉灿烂的十月，你想要订高基，我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，真的只要1010，光辉灿烂的十月，只要1010，就是这4个数字，打电话进来订高基，只要
1010，请你来电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. 鹅牌气密窗，远雄左岸，57000坪水岸智慧造镇，远雄左岸桥串联1300公顷河滨美景，超越22座大安森林公园，全球第一，台湾唯一，远雄左岸。决定命运的四招，不会游泳也要学会的水中自救。落水时，双手举起向下拍打，并大声呼叫引起注意。冒住现场的漂浮物，或脱下衣服，从头后向前抛，形成浮具。使出水母漂，吸气后脸朝下埋入水中，手脚自然下垂，保持静止。仰漂，双手张开平躺在水面，等待救援。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消灭登革热，仔细清扫，立即做。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，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。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，避免纹软附着。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，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积绝的小帮手哦。防治登革热，清干净，倒干净，刷干净，晾干净，大家一起来。台湾人很环保吗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丽菜？那是环保标章。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，你看纯天然讲究好，不是吗？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，对环境好，而且经过政府验证通